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《时昭聚焦》。十月一号，今天可麻烦了，今天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我其实我忘了是不是今天上午节目中我还说，二零一九年十月一号，习近平招鬼，习近平招鬼上身，带着这个灵车去检阅军人。十呃，二零一九年七十年大庆。 二零二零年十月一号，啊，川普染病，啊，那是十月一号，去年。啊，结果今天上午节目说完之后，嘿，我这个哎遇到了一些很不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，所以也就只拍了一个，只拍了一个呢。这都晚上了，国内都已经十月二十月二号了，呃，本来想多拍几个，拍不了。 全是疫苗跟病毒的事情，呃，YouTube 呢、哎、，YouTube 绝不手软。我跟大家解释过这个事儿，呃，他就像招了鬼一样，就是那种凶狠和毫无商量，是非常的、非常的到位的。加拿大是打疫苗打最多的国家之一，他现现在他往年轻人身上打，年轻人得心肌炎的很厉害，非常厉害。 就不许报的，y o u t u b e 上不许报的。呃，加在加州今天签署法令，那个那个纽曼签署法令，十二岁以上必须打疫苗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纽约的纽约的医护人员，啊，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了，因为纽约州就是必须这个啊，纽约州要求是什么，啊？ 医护就是一线的医护人员必须打疫苗，然后他们打到最高法院，好像落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当中的一个民主党的手里面。结果九个最九个最高法院大法官，其中一个川普川普所任命的第二个，嗯突然突然感染了中共病毒，呃，然后是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，美国的航空系统。 要求大概在十一月十一月九号吧，必须都得打疫苗，不打疫苗全都回家。呃，加拿大的加拿大的叫 long long term care，就是那种养养老院，养老院所有的医护人员、所有的护士都必须打疫苗。他们他们的概念就是说，他们的概念很简单，他们会不择手段让人们去接受疫苗。 但所有这些，我们不敢说了，我们在 YouTube 上没办法说了，所以我后那因为今天遇到一些麻烦事儿嘛，嘿，我就想起来，我十条 News，我们有十条 TV，原来在十十套聚焦里头有十条 News，后来十条 News 呢就逐渐淡化了，一直想转到 Radio 的节目当中，Radio 节目当中现在很多朋友去订阅了，好喽。 那那我今天想不想？后来因为麻烦事儿嘛，你报我我没得报。你要真的想跟大家分享真实的内容，这是真实的内容。那 YouTube 以这样的方式基本就给封杀掉了。所以我在 Re 我十条 News 十条 Radio 里面会增加十条 News 的内容，全是疫苗、病毒跟各地的反应。那西方社会崩溃了。 啊，西方社会崩溃了，人们崇尚的一切基本就不存在了。那，在这种今天上午那篇文章里揭示的左派势力，我跟大家解释就是说，如果中共是撒旦的话，西方左派就是小鬼儿，所以他鬼控制着人才会出现了大的社交媒体、大的主流媒体。 左派势力大公司，他们会形成一体化，他们非常步调非常协调，协非常这个非常吻合的。你不用说什么深层政府，深层政府跟大重置确实存在，确实也有它的力度，但它不能把这些等同价值观的富豪们。那你说，Facebook 跟跟那个亚马逊谁服谁呀？俩老板？ 对吧？我我要这么干，你要这么干，谁负谁？但为什么现在可以这么协调一致？小鬼儿在控，鬼在控制着他们，所以他们却有着非常比他媳妇儿都吻合的那种天衣无缝的价值观，他们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感。那这个东西，这是展现的。所以这个东西，第一下是摧毁了美国的这个选举制度，第二下让全世界的人。 在疫苗的问题上，他们展现了他们的力量，所以这这一下呢，这一下力量的展现呢，因为他们是跟神对立，其实就是在考验今天的人，挺惨的。我说句心里话，挺惨的。我我眼睛里看的是非常惨的，所以第三下应该是在共产党身上。我们现在是在看到第二下的就是巨告巨巨顶的这种风波。 那所以，我开通时套时套 radio 里面的时套 news，每天会跟大家更新相关的资料。美国、以色列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，就是我们包括人们接受疫苗的状况，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哈。所以就借这个，就借，因为今天实在太麻烦。这个是是这个川普刚刚发的一个推文，呃，一一篇文章，这里讲的是德州。 德州以最快的速度展开对2020年这个选举的进行的这个啊司法法医审计。